少少女都梦想让韩哥为自己吃东西，你为什么这么不珍惜机会？娜娜，谁愿意帮我吃韩哥味？你看，娜娜，你吃一块韩哥味的，韩哥吃一块你味的。马上不喂了那边。这样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这个大本营有一个规矩，就是谁愿意帮他那个代受惩罚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你愿意遵守我们这个法则吗？什么时候定的？刚定的。你愿意遵守吗？不愿意。娜娜啊，你跟牛蛙亲一下，韩庚吃一块柠檬。呸！你被谁弄？